有当时啊，唱背在搬运的过程当中扒掉，陪领走去，会造成你想那感觉讲你伫容易在唱半袂顺。你想那讲刚刚你的 RCA， 刚刚小块氧化啊 ，Serato 伫弹尾后，进入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来大家来做一个交流。来，我刚刚讲就是过去很少人仔细的去认真的去讲这些事，就比如说。我们可以，就算台湾这么多职业的 DJ，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把 DJM 600摸得很熟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把 DJM 800摸得很熟。但是偏偏这些东西都是雕刻师他们手上的雕刻刀。你如果连自己的雕刻刀都不熟，那怎么可能雕出好东西？对不对？那我就来当这个人，我来讲这些简单的类比的东西，然后让你有一个路径，知道说啊，原来这个物件会当安尼摸。啊！无你今摆去听人放歌，就怎么样咧？本来一个声音啵啵啵，然后突然变成啵啵嘣嘣啵啵嘣嘣，你永远都不知道说，迄度一个简单的 echo effect 上面去都无问题啊！你也感觉讲，干哪会安尼？你与其在那边想着哪会安尼，网络上一直爬文，那就让一个有经验的人跟你讲事情就是这样。